今天不会又没客人吧？餐厅关门，我也会失业。是不是要赶快找新工作了？已经取消这订单了，当然扣掉已发生的行政费用，完成后通知您，谢谢。团取消也无法出团，我的老本啊都快要见底了。 是不是应该要立马他就转换跑道啊？天啊！怎么月经这样？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啊？ 其实，你随时可以为了自己改写人生的剧本，找出意外之路，加入星光人寿，开拓宽广的视野与格局，拥有自主亮丽人生。你也可以成功扭转新未来。